按质按量的完成了。再来看一下五柳方的平衡木，这一轮比高低杠平衡木的是国家连一连二的队伍。他在木端做了一个狼跳和劈腿跳，毽子后直，交换，哎，交换腿接环，看得有惊无险。挺身前空翻，D组的技巧，小翻拉拉提，接上就更好，接上的话它能够加0.2 DBC。中间调整动步伐或者说是有停顿，这都会很可能会导致连接失败，这就是为什么一套动作比下来实际上你得到的分和你编排的难度分不太相同。临场发挥是很重要的，刚才看的是 CC 的混合连接，然后后面又是一个 D 组的舞蹈，跳步旋转体都属于舞蹈。去两周下，中国选手的跳步确实是用再慢的这个慢动作回放，你看都挑不出太多的毛病来。首先看